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？想看车型都可以在咱们公屏上方打出来。咱们展车是有锐尊包括混动版本，现在都是有的。如果说你们想看这两款车的话，都可以在咱们公屏上方打出来。稍后呢，主播大家进行一个看车，大家可以点击咱们头像上方的一个关注啊，点头像上方的一个关注。现在咱们1300的赞了，是不是？咱们点到1500啊，咱们点到1500的时候，给咱们家人发一个福袋。刚刚主播说的对吧？咱们点到1500的时候。大家有啊，大家动动咱们的小手指是吧？点击咱们屏幕上方，给主播的直播间点点赞。然后这一款啊，经典运动版的套装，现在它是有一个优惠的，现在它是有一个优惠的，它是优惠2.9米的这一款经典运动版的套装。欢迎进直播间，朋友们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款车它的一个前脸嘛。好，我们换一台车。给大家看一下，